海新南向强施现瑞创佳绩，展宁集团希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进越南开创新局启动大会正式开始。当然，在今天的重要时刻，必须要有重要的人士为我们今天启动大会致辞。今天非常开心，一同来跟大家来参与这个我们创建了一个全新生命文化事业的通路的平台，就叫 C-Love， 也是喜乐事业正式启动的日子。喜乐事业正式进入越南殡葬市场的一大步。我们热烈的邀请季栋青董事长上台致辞。展宁集团来欢迎各位嘉宾莅临前进越南的启动大会，我们能够将毕生的经验跟所学能够传承给年轻人，为他们打造一个稳固的事业平台，给他们一份好的基业，能让我们的团队生机啊源远流长。显文举显执行长上台致辞。展宁25年了、这25年的贡献，我听到还能够延伸到去越南做另外一个贡献，所以我肯定我参加。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阿弥陀佛。集贵集团已帮助胡志明市的明灯光法院智觉前法师也是亲自的录制了一段的视频。đang tiến triển tốt đẹp, cho nên tôi xin thay mặt chư tôn và thượng thượng tọa trong chùa với Phật tử trong chùa. 目前我们的长官都已经到了台上，五、四、三、二、一，展云集团希乐事业越南喜悦幸福专案正式启动。随着启动球的雷射灯光，除了宣告喜悦幸福专案正式的起跑，也宣示我们前进越南开创新局喜悦幸福一定成功。感谢我们长官，我们这次的强势登场也代表整个集团及希乐事业有限公司前进越南开发展海外市场的决心，也相信在所有的长官以及与会的嘉宾的见证之下，我们一定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感谢各位。群生活策划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叶星开发有限公司还有红河有限公司，好，非常感谢季董事长以及所有的经销商。刚刚我听到那个季董事长讲的这样一段话，心里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荣幸，请代表所有的经销商感谢展云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营长金开文先生上台致辞。那当然，展云公司专注在殡葬领域行业已经25年，所以我们除了在台湾之外，我们的市场眼光已经瞄准到东南亚，所以进到了越南，因为我们要让所有跟我们希乐公司合作的经销商都要拥有这4个字的感觉，叫做安身立命。个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和大家一起参与这一次的盛会，同时也要祝福我们的启动大会顺利圆满成功。献上我们小小的爱心。
心，表示我们对粤语学习渴望的程度是很高的。真活泼又美丽，我们今天来参加展云的这个越南的开创，我觉得很棒很棒。我们那个越南喜乐专案，大家那个豁出去钱进来，大家赚大钱。喜乐集团事业给我们这个机会非常好，那希望有机会能多多再进一步了解，让人家感到心情非常振奋。我决定前进越南，跟留台湾。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喜乐的平台，然后让大家钱赚饱饱。对，谢谢喜乐公司，大家加油。好，祝福前进越南开创新局启动大会，我们展云事业集团的喜乐事业有限公司能够宏图大展。